我都在开台，对吧？很少很少出门，对。你们看到的我的时候都在这啊，还要怎么出？我连去喝个茶的时间都没有了，真的是。都叫外送，有这种服务吗？我现在不方便啊，好不好？不方便，家里很多人哦。记得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开心一点。星星五十来，啊，要叫要多叫几杯，不然不够喝。大家冷静一点。小锅仔最近我还真的有吃，欸，我已经有一年没吃了，但是最近有吃，因为一年前他，应该说一两年前他推了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，买一锅送一锅。但这个活动最闹的部分就是买一锅送一锅，但是分量是 50%， 所以实际上你还是一锅，只是汤比较多而已，你会获得两倍的汤哦，但是料是一样的哦。那由于两倍的汤，所以那个浓度也会变得很淡，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搞了，所以我有大概一两年都没吃了。但是现在恢复正常了，因为那个买一锅送一锅的活动结束。终于，他要把那个买一锅送一锅的那个券啊，那个期限都消耗完，他才会恢复正常。不然的话，你怎么买都买到不是100%的浓郁，我无法接受。我觉得100%浓郁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最浓，不够浓我可不喝。就洗下去你会获得一个怪，然后就会卡钱，所以你可能还不如直接卖掉，然后全拉，然后不要开技能。真是疗愈的茄子。对，这样子做。没有人阻止得了你。睡好睡满，感谢睡好睡满，欢迎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是你大爆发的时候。吃锅的选择在是蛮多的啦，所以也不一定会一定要吃哪一家齁，什么三妈臭臭锅啊，什么大呼过瘾，反正连锁锅店超多的，台湾太多锅了。北部人就是火锅人对锅有一些执，有一些痴迷，这样子不知道吃什么吃锅，问我们要吃什么吃锅。至少结果还不算太糟。龙野兽不死海盗，做最强的做法是。要喝茶吗？要喝茶吗？应该是这样。回到排池里吧，英勇的手下。我就把做最强的方法分享给你们吧，这样子应该是最强。战斗正在酝酿中。宝宝一大堆啦，但是他好像也很多，还一个。感谢超级留言，这个月有抽 PS5， 用资讯栏可以抽奖哦。大家冷静一点，抽一波吧。饮料来了，要喝茶吗？要喝茶吗？
茶吗？要喝吗？杯子比较加多加一，但是龙伤害不够高，伤害分不出去。我一直帮优先帮龙加是这个原因。一飞龙吗？它会蔓延到后面。我先想办法先弄走一家，要不然现在活人太多了。二星科技八费回合，你知道就有多么的卑微了。不敢升级耶，小天使不敢升级耶，卑微至极。重点还打输了，卑微。那些手下等不及要上场了，你凑成三个了 ，OK。这必须是猎魂。可以卖这个碰五啊，当然可以。但我总感觉有一个不祥的预感。我会一手搞定。我有不祥的预感。至少结果还不算太糟。准备加十是不是啊？我会一手搞定。终于有人倒了啊！终于啊！直接卖了，我们不能忍了，再忍忍就没了。什么冲王什么鬼的，赶快拿一拿。应该是不用拿这个加的啦，这个龙在变大好像也没什么用，应该就是拿这个，然后赶快刷，因为牌都差不多要换了。我是第一个。这一手就交。降低他重生错误的可能性。大寒毛竖起来了吗？记得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开心一点。这个打不到，打不死我。四四三，放心。不过不代表我往后打会赢，我现在压力也是巨大。豹子可以换掉，豹子换猎魂，是猎魂重王是最好的。屌手也不错啦，包个六好了。男爵就直接拿了吧，直接男爵小手一波啦。大家伙来啦！战斗正在酝酿中。
只要没打到男爵，我就赢定了。全开！只要他不会雷的啦，放心。啊，只要，好了，没差。男爵留着他就死了啦，那、啊、男爵的没留着就扣个10，反正后面他也超不了车。这个是很棒的稳定嘲讽的单卡，但是跟猎魂不搭，所以嘲讽嘲在这，所以就没事干了嘛，可以升级了吗？因为这里的变强就是猎魂在一只啦，换掉这个啦，没了，那就跟没事干没什么两样了。升级你可以超6，然后有勇妈啦，因为这边还有一发两次超的机会，运气好还超得出来，然后做一个防爆爆。都贴到4，完了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战斗正在酝酿中。打哪都赢了，除非秒男爵。OK。这个只要出一只就是100%而已了，更别说我这边全出，罐罐给我拿出来哦，罐罐拿来，三血逆袭。今天 YT 有点卡卡了，拍谁 YT 伺服器不给力，加5滴，3滴血的5，现在我有13滴了，你敢信？包个6呗。欸，巫舍就直接拿了。那巫舍要洗巫舍2次吗？没必要，男爵点15就够了，这应该继续超6，然后洗一个水滴下来玩。没有水滴，这样可以赚2元，然后找一个6的单位，5，我觉得这个是勇妈，这个是姐妹，勇妈姐妹，勇妈姐妹，勇妈，并没有僵尸鱼哦，也不错，那就乌色点一发，男爵点一发，拿个僵尸。那没事干了吗？可以洗洗睡了。最后一刷，没有鱼，所以不会有师傅，应该是用不到了。哦，你打得不错，保持下去。那个墙壁要打好久哦，但是我人是真的多啊，慢慢的把它蚕食了，你看我一句话都不说，你就知道我多稳。怎么不打那个啊？怎么不打那个？那个？哇塞，满血灰鸡！还记得最近的芯片吗？我们对抗的对手也是满血灰鸡，在失火局又来了。这个英雄真的在失火局很猛欸，走不死族都没人打得赢他。那打他的话，百爆爆好像炸我比较严重，这样子我打点不足欸，不拿个勇吗？根本就拼不赢打点欸，那就先升吧。小手下，然后。
这个东西类型很少啦，你就不死鱼而已，所以类型很少。哦，这样好，也就是说也不会考虑它，就这样吧。猎魂算是好东西啊。你表现得很棒。他们组合是一个勇妈，一个金小手，但是他有稳定排序的能力，我没有稳定排序的能力。他是100%完美团，所以蛮难打的。他这个也是一个抱抱就死了那种。我有运气，他没有。你们不要把我讲得像靠赛仔一样。我有吗？我了不起的胜利！哪有人会喝这个、啊？喂，小心！回到排池里吧，英勇的手下。这样就能凑三个了，耶！金卡最棒了！感觉这个蛇会搞我哎、欸！但是不拿又不是我的个性。你们看我这么久了，我有退缩过吗？你们说对不对？蛇钓小手，蛇有手，蛇中带手，蛇会钓爆爆。完美小手展开了啦，僵尸鱼像隐身了一样。好了，1-1。他其实也防爆爆了、欸，他防爆爆了。哎、欸，为了正义，大家我来了！为了正义，用最终形态苏醒吧！爆爆玉！备，你正好需要这个手下，即刻开爆！谁还跟你嘻嘻哈哈？你都给我爆掉吧！即刻开爆啊！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他没了。这回合是我拿下了，只是说打不死他而已，伤害不够高。
我助他一波卡歪。还是要嘲讽这个哎、欸。这个没有任何用，这个没有任何用，这没有任何用，这没有任何用。不缺攻，所以拿这个没有任何用。这个我会让重生失败，所以不能拿不死族，不能拿这个。拿鸟他触发不到，触发爆爆也不能接受。真是雇佣手下的好。拿这个的话，即刻开爆，大12点伤害。游戏结束，12点开爆，不用嘲讽了，各位。12点开爆，直接拿下了，这就是我的艺术，欣赏吧！狂轰滥炸，你展开对不对？我再炸你一波，我直接把你全部挤歪，连男爵都给你炸没，秀不秀？抓到炸弹魔了，非常漂亮的展开啊，完全的艺术。哇，地质没想到到那最后打到内战最厉害耶。然后我们这把的优势是，虽然说我的前期没有挥击的技能这么浮夸，他可以一直打稳定团，然后嘲讽真身触发能力嘛，我前期比较烂，但后期我很容易做出乌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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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射。我看到他们血不够，都把他们射得大大的。他们射得大大的之后，就可以防爆了。那一旦我能够防爆的时候，我再用爆爆来反制对手，肩变大，再爆你。